好意思，路上遇点事情，耽误了你的时间，非常抱歉。嗯，都到齐了，面试正式开始，你们都各自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海龟，我不是，我先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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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了，这里是公司，不是菜市场。那你呢？我初中毕业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咱们公司的新品，老北京艾草酥皮，你们都看一下，给我一个推广方案。老板，你这个老北京艾草酥皮看着很好用哎。你呢？老板，这个老北京艾草酥皮啊，一个字绝。那你呢？老板，这个老北京艾草酥皮，我家人经常贴，非常好用。我觉得呀，应该价钱把它定实惠一些，让大家都能买得起。说得好，这个老北京艾草酥皮啊，我每天晚上都在用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艾草是可以祛湿排寒的，在养生方面呢，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现在夏天到了，爱吹空调、吹风扇、喝冷饮的朋友啊，都要注意了。长此以往，你的身体的寒气啊、湿气啊，就会越来越重。湿气重的人呢，大多啊也都容易比较肿胖。俗话说啊，冬病夏调，三伏天贴这个呢，其实啊就是引热避寒。足部啊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，所以啊注意足部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且我们这个老北京艾草足贴，大人、老人、小孩都可以用，使用起来呢也很方便。我们只要把这个老北京艾草足贴贴到这个贴片的中间，然后把它贴在我们的脚心处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咱们把它撕掉，你就会看到里面黑黑的、油油的。冬天怕冷、寒气重的朋友现在就要调养起来了，每天早上坚持贴上一贴是非常不错的。咱们就给它定价9.9元20贴啊。老板，咱们这个老北京艾草足贴特别适合那些头发爱出油、爱出汗、口干、口臭、肚子大、容易乏累，一到晚上啊就睡不好觉的朋友，您确定9.9元20贴？确定，但还不够。为了让大家都能买得起咱们这款老北京艾草足贴，现在下单有活动，15.8元到手50贴，拍的越多越划算，还包邮呢。以后这个项目就交给您俩负责了。等一下，董事长。